土飞花莲，天上王母娘娘心善念，慈悲普化大众。哦，咱的信奉在即，哦，因即个时阵，哦，咱的疫情较严峻，伊嘛无法度来遮管的时候，伊嘛是用挂号的，来请咱来来买咱在地里来管。感谢您哈，谢谢哈。这一次的疫情，很多乡客都没有办法来，哦，当然他们没有办法来，哦，我们是能够体谅啊。当我们的乡客都来自全省各地，哦，当然他们也有很多坚持要来，哦，要来的话，那我们也是希望说，哦，大家能够，哦，在尤其我们第一线人员，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戴个口罩，哦，自己的本身安全，哦，都自己要好好的防护，哦，然后配合政府。哦，捐赠物资，自己的安全，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。当然我们是希望说，在这个爱心的部分，哦，我们不能说因为某些因素，哦，然后来终止。啊，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捐助的话，我们尽量捐助。哦，啊，真正的大家都没有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。啊，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办法的话，我们尽量做。让母两个爱心能够发挥。